有我在，你们休想放他出来。你慢听，大家都是同门，你何苦要这样一再咄咄相逼呢？同门？他花千骨杀了我爹和朔风，他念过我和他是同门吗？再说了，他犯了那么多错，你作为皇帝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包庇他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跟我说话？满天，先不要节外生枝了，我们就说千骨再说吧。亏你还是我们的师父呢，他杀了我师兄你不恨他就算了，居然还处处维护他，不就是因为这个臭虫子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再是我师父了。总之，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救花千骨。我们救不救，那可由不得你。哼！哎哎哎，